来吧，老板，我讲哦，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超好用的这个洗螺神器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。OK， 第一个呢，我们水先加满，水先加满，我们螺子把它，譬如说我们买看多少钱，把它倒进去，譬如说100还200没差，倒进去之后呢，水这个加满，把它放下去洗一洗，泡着之后呢。那个螺子如果是死掉的，我们会搭配这个网子，这网子是9块，我们特别挑的这个厂的，哦，就表层把它捞一捞，把它倒掉，哦，倒掉之后呢，把它盖起来，提起来，先放旁边给它沥干，水倒掉，清水再洗过，放着，哦，螺洗的干净，超级干净，这一颗花你250块。这个碗只要49块 ，OK。你说千浩，我出门不想带这么大卡。来，我顺便再补充一下，这边还可以放我们打气机的导入口，所以打气机只要放在上面，我们导入口进去，它就变成了一个活虾桶，非常好用。而且活虾桶以外，虾子它可以在上面任意的休息。哦，这个是大颗的250，往后先放。那我们再来小颗的，哦，卡哇伊的，哦，这个就是呢200块。功能跟刚刚一模一样，哦，当然我们面面俱到，我不敢讲我最专业，但是联合钓具我敢说我最用心。OK， 它也放进去刚刚好，哦，所以清洗螺或者是活饵桶，现在我推荐这一个，这个小颗的是200块，很便宜，有喜欢赶快找到我，阿力搞的。